再来关心，都该系面对企业该最受力嘅天唔拉嘅问题。行政当中来请的造成出困难，记者会讲，政府底下已经提出了三大政策方向，包含咧会继续来推动二拉。你五会系加燃控台在西能源发电嘅比例，希望做得做到就把控半年开始，譬如容量度会维持15%，批准容量度10%嘅目标。对政府按什么来推动能源转型，为解压小股填掉也会是加摩，行政上在会议南北填掉是几多，外地大家接受为大家范围地度。台湾廿多年来天无慢滥用，今年批用用用率按上涨有7.5%，强度合理用用率的15%的一半，但将影响到经济发展，恐怕慢慢影响到民生需求。对产业欠电的问题，行政总裁陈德内提出三大策略。我们稳定供电的策略基本上是有三个政策方向，第一个呢是务必落实2025年非核家园的目标。也希望借由我们提出的稳定供电计划，可以达到空污改善的政策目标。民国107年起时，批下配以恒宜6.91台湾天力维修一度好用，但是提供26年天唔拉问题维持严重。黑光头沿台谈天窗 T3 天然气接收站工厂，因正在替俄罗斯保有问题头度的，无办法在111年就时间完成，恐怕对国内天力供应会影响动态。所以我们中油公司呢，现在努力在研究，就是就原有的方案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修正改善到，也可能够符合这个环保人士的这个要求，啊，就是说不去破坏生态，啊，尽或者生态的这个破坏尽量少到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。为了做到2025年废气减碳，赖清德讲会配合绿能发展全面参加政策，希望做到2027年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有25%目标。不过，一下民众免少，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增加，会影响到天价么？赖清德没对外解释。不会因为再生能源的运用，然后让电价大幅调高，不会。过去10年大概，涨了大概是1块左右嘛，所以我们不会比这个幅度更大了。经济部讲，一下不当起呢，二条公天实际比例已经有卡降，不过天面起呢，二条公天前途有卡落后。虽然空调一下冇重新启动核能的计划。不过，香港能源转型前途有变化，耐心地喊起老汉呢，宽走亲民的推动。我们会尽量来努力啊，尽量来努力。再转那个核能电厂啊，是最后的手段。下个新闻，请准前奏，台播头。